我是评书演员梁军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西门庆因为天热，会同潘金莲、李瓶儿、孟玉楼三个人在水亭子上弹曲饮酒作乐。正热闹的时候，忽然云声东南，五丈西北，雷声隐隐，一阵大雨是瓢泼而下，一时间弄得轩前的花草皆湿透了。待了一会儿，雨停了，天外残红，西边透出一些阳光的色彩，得多少微雨过，比及之润，晚风凉，落院之清。这天气啊，眼见着就凉快上了。只见后边小玉过来来请玉楼，孟玉楼说，得大姐姐叫我呢，姑妈有事儿，我呀先去吧。啊，李瓶儿说，那好，咱两个一块儿去吧，我觉得这儿啊有点凉，奴也要顺便看看大姐姐来。西门庆说，那好，我们呐送一送，不过咱得先唱个曲再走。于是自己呀把乐琴取过来，叫孟玉楼弹着，西门庆啊跟着做指挥，四人一块儿齐唱《凉州序》。这是向晚来雨过南轩，见池面红妆凌乱，见青雷隐隐，雨收云散，但闻荷香十里，新月一钩，此佳景无限。兰汤初浴罢，晚妆残，深院黄昏懒去眠。金缕唱，碧土劝，向北山雪兰排家宴。青青世界几人见，柳荫中忽造心禅，见流萤飞来庭院，听灵歌何处画船归晚，见雨声低度朱户无声，此景犹堪羡。起来携素手整云壁，月照纱窗人未眠。涟漪戏彩鸳，绿荷翻，清香泻下琼珠剑，香风扇芳草边，闲亭畔，坐来不觉神清健，蓬莱浪园何足羡，只恐西风又清秋，暗中不觉流年换。每念到此，说书人不觉抬头窗外见，感慨人生一老，似水流年，想西门之事不觉八百年。劝世人珍重今天，莫把那流年是暗中偷换。众人唱完了，不觉来到角门口，孟玉楼把乐琴递给春梅，和李瓶儿一块儿奔吴月娘房中去了。潘金莲呢也想跟着去，就嚷嚷说，孟三儿等我一下，我也去。才带撇了西门庆要走，被西门庆嘣一把抓住了，说，死东西，你敢拖滑，我呀偏不放你走。使劲拉着金莲，这金莲啊差点摔了一跤。金莲回头骂道，死东西，他们两个都走了，留下我干什么呀你。西门庆说，留下你干什么，咱两个在这太湖石下取个酒来，咱们呢玩个投壶游戏怎么样。什么叫投壶游戏呢？类似现在的套圈，是用这个灵毛剑呢投在一个大壶中，以投中多少为胜。潘金莲一听就骂道，怪行货的，放着亭子上不去投，这地儿窄巴巴的，能投什么呀？你不信你叫春梅小肉来，他呀能不替你取酒，你信不信？西门庆回头就叫春梅取酒。春梅一听啊，瞪了西门庆一眼，把这乐琴呢丢给金莲，扬长的去了。潘金莲一看乐了，说，你不信吧，谁能使唤春梅呀？
于是接过月琴弹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问孟三啊，也学了几句，干脆唱给你听，好不好啊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弹着，回头看太湖石畔，石榴花惊雨盛开。于是潘金莲走上去，折了一枝花，携簪于鬓上，就说：“哎呀，我是老娘啊，三天不吃饭，饿得眼前发花。”西门庆回头一看，也呵，还挺漂亮。于是走上前，双手把金莲抱了起来，说：“哼，看我今天不整死你！”这潘金莲笑得咯咯的，骂道：“臭不要脸的，少跟着发疯！等我，先把月琴放下。”于是把月琴呢顺手放在花台边，就说：“哎，我的儿啊，刚才你跟李瓶儿干什么了？”啊，西门庆一听，脸稍微有点红，说：“瞎说些什么呀？我和他什么都没有。”“哼，我的儿啊，我说你呀、啊，但凡干点什么，瞒不过土地呀、啊。老娘是谁？你来瞒我？我奔后头送花去，你俩干得好营生。”西门庆骂道：“小淫妇，少胡说！”于是不由分说，把潘金莲按在花台的上面，骂道：“你叫我声亲大的，我就饶了你，放你起来。”这金莲哪犟得过西门庆啊，就说：“哎呦，亲大的，我不是你中意的人，没事下场我干什么呀？”啊，西门庆也笑了，放金莲起来。金莲就说：“咱到葡萄架那边玩去吧，好不好啊？”回头就把月琴挂在胳膊上。西门庆一摆手说：“你再唱一曲节节高给我听，行不行啊？”金莲一乐，呀呵，你还挺有雅兴，得接着给你唱。说吧，金莲顿开喉音唱道：“清宵思爽然，好良天，瑶台月下清虚殿，神仙劝开待宴，重欢宴，任教玉楼催银剑，水晶宫里歌声暗，光阴迅速飞如电，好良宵可惜剑难，向北山排宴，青青世界几人见。”唱完以后，两个人并肩而行，待了一会儿，转过碧池，绕过木香亭，由打翡翠轩前穿过来，来到一座葡萄架下。这座葡萄架四面雕栏，石室秋瓦，周围是翠叶深愁。这是西门庆啊，由打新疆移种来的马奶子葡萄。现在来讲，马奶子葡萄很平常，可在当时的宋朝也是非常难得。二人来到架下，感情这葡萄架底下放着四个清凉的瓷墩，有一把壶在旁边。金莲就把这月琴放下，和西门庆啊一块投壶。春梅拿着酒，秋菊端着果盒，盒子上放了一大碗冰拔的果子。潘金莲骂道：“小东西，你逃离使性子走了，怎么又送酒来了？”春梅说：“哎呦，叫人到哪儿找你们去，谁知道突然跑这儿来了。”秋菊啊把这冰拔的果子放下就走了。西门庆打开一看，盒子里头啊有八个小木格子，每个格子里都放着细巧的果菜，旁边一个小银酒壶，壶里头盛着葡萄酒，另外有两个小金莲蓬的酒盅，两副象牙筷都安放在一张小凉凳子上。西门庆和潘金莲对面坐着，一边投壶玩，一边呢就开始喝酒。不一会儿啊，金莲多喝了几杯，不觉桃花上脸，秋波斜年。西门庆倒没事，接着要喝五香药酒，又叫春梅啊取酒去。金莲就说：“好个春梅姐，我呀再求你一下，你奔房内把那凉席和枕头都给我取过来，我困得慌，想在这儿啊稍微躺一会儿。”春梅一听，故作撒娇：“哎呦，你们还有完没完呢？老那么多活指使人，谁又替你们拿去？”西门庆说：“你不拿，叫秋菊抱过来，你呀光拿酒就成了。”春梅一听乐了，摇着头啊就走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秋菊把凉席和枕头外加一个小被子都抱了过来。这金莲就吩咐说：“你放下吧，把花园门呢给我拽上，奔回房去吧，我叫你的时候你再过来。”秋菊答应着，放下的小被子和枕头一直就回去了。
这里西门庆啊嫌热，把玉色纱的外衣脱了搭在栏杆上，奔牡丹台的花架子底下尿尿去。回来一看，潘金莲早在葡萄架底下铺设了凉席枕头，外加个小薄被，那都铺好了。这女人已经仰卧在竹席之上，脚上穿着大红鞋，手里弄着个白纱扇跟那摇梁。西门庆一看非常动心，于是趁着酒兴把潘金莲的红绣花鞋摘了下来，把她的两条裹脚布也解下来，拴上两个脚吊在两边的葡萄架下。潘金莲刚要睡着，一看这个样子就跟他骂道，死东西你想干什么呀。就在这会儿，春梅呀烫着酒过来，一眼看见把那酒杯的这么一放，一直走到假山顶上卧云亭中跟那玩围棋子儿。西门庆抬头啊看见了，就招手让春梅过来。春梅摇了摇头，西门庆骂道，你个死丫头还敢跟我犟。于是撇了潘金莲，大踏步由打石凳子上来到卧云亭。春梅一看西门庆来了，早由打右边一条小道上就下去了，由打这藏春屋雪洞子里穿过去，走到半山腰滴翠花丛中欲带藏躲，不想被西门庆发觉，拦腰就把这春梅抱住说，你也想跑哪儿找不着你啊。于是就把这春梅抱到葡萄架下，笑着说，你呀先喝杯酒吧。于是两个人呢就开始喝酒。春梅回头一看，潘金莲的两个腿都吊在葡萄架下，就说，你怎么那么张狂啊，青天白日的叫人看见成个什么样子。西门庆赶紧问，那你来的时候脚门子关上不疼啊？我倒是关了。西门庆一听点了点头，一连喝了三杯酒，就令春梅又斟了一盅递给金莲喝。金莲喝过酒以后就跟他骂道，好个作怪的冤家，你想把奴捉弄死啊。西门庆一听啊，就叫春梅在旁边打扇，自己呢只顾喝酒不理金莲。多喝了几杯，一会儿西门庆啊觉得有点困了，就靠在这椅子上慢慢的睡着了。春梅看了看西门庆睡着了，就由打雪洞子内一溜烟奔后边去了。忽然听见有人叫门，春梅赶紧打开门一看，耶，原来是李瓶儿。李瓶儿见了春梅就问，他爹还在那儿呢？啊，春梅说，娘啊你甭过去了，咱们奔后边去吧，爹跟娘都睡着了。哦，李瓶儿也不好过去，就跟着春梅顺便把脚门子一关，两个人直奔吴月娘房中去。咱们再说西门庆睡了一个时辰，睁开眼睛醒来，见潘金莲还吊在架子上呢，敢回头这么一看呢，春梅也走了，回头就对金莲说，你个死东西我整死你。这一闹啊就闹了一下午，把潘金莲闹的几乎要昏了过去。这个时候天也晚了，西门庆就把潘金莲的脚带呢给解了下来，扶金莲起来。这金莲啊星眸闪闪，已经苏醒过来，回头对西门庆哭道，哎呦他爹呀，今儿个你是咋了，差点把奴的性命给丧了，以后可不能再这样干了，这可不是玩的，我如今觉得头疼的厉害，不知道是咋回事啊。西门庆啊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，抬头看日色已西，连忙替金莲披上衣服，回头又叫了春梅和秋菊来收拾收拾，一同扶金莲归房。赶春梅回来以后，看着秋菊收了喝酒的家伙，才带打开花园门，嘿，家奴来着的儿子小铁棍由打那花架子底下钻了出来，叫着春梅问这姑姑啊要果子吃。春梅一乐，此东西奔哪来的，一边说着一边给了孩子几个桃子李子，说你爹醉了还不回前边去，只怕他看见又打你。小铁棍接了果子谢了春梅，一直就走了。春梅开了花园门回来以后，打发西门庆和潘金莲上床就寝。闹了一下午，金莲有点累，但西门庆感觉上好。扶着金莲回到房中以后，西门庆就把外衣一脱，潘金莲呢也觉得热，只穿着红纱抹胸，两个人呢
并肩而坐，是重膝饮酒。西门庆挺高兴，一手啊搂过金莲的脖子，这俩人是极尽温存。西门庆回头看潘金莲，云鬓斜坠，酥胸半露，娇眼捏斜，犹如鬼妃醉酒一般，太漂亮。这心中啊越看越喜欢。这天晚上两个人也是春风一度。到了第二天，西门庆啊奔外边去了，潘金莲约莫早饭以后才起来准备换睡鞋。哎，寻昨天脚上穿的那双红鞋，寻来寻去少这么一只，抬头问春梅，春梅就说，昨儿个俺和爹扶着娘进来，是秋菊抱着娘的铺盖来的。金莲啊又叫秋菊来问，秋菊说，昨儿个我没见娘穿着鞋进来呀。潘金莲骂道，你看个死丫头又胡说，我没穿鞋进来，我光着脚进来的。秋菊说，娘啊，你穿着鞋那咋屋里没有啊。金莲骂道，贼奴才还跟着装傻呢，左不过在这屋里，到底给我找找快。于是这秋菊三间屋里床上床下到处找了一遍，您说鞋不鞋，那只鞋就愣没找着。潘金莲也奇怪啊，咋着我这屋里闹鬼了，把我这个鞋弄走了不成，连我脚上穿的鞋都不见了，要你这奴才在屋里干什么呀。秋菊一听，哎呦娘啊，是不是昨天忘记在花园里不曾穿进来呀。潘金莲骂道，敢是你发昏了，我的鞋穿在脚上没穿在脚上我自己不知道。春梅，你跟着这奴才奔花园里给我找去，找出来便罢，若是找不出来，叫他院子里给我顶块石头跪着，听见没。春梅一听啊，赶紧压着秋菊来到花园到处找啊，主要是找那菩萨架底下。哎呦，找了一遍，嘿，也没找着，这真是邪了。这俩人空手而回，春梅就骂道，四奴才，你媒人婆迷了路了，真是没得说了，王老妈子卖了墨了，你退不了了，你到处找不着，娘啊我都看见了。秋菊说，那是哪个不要脸的把俺娘的鞋给偷过去了，我不曾啊见娘穿到屋里，敢是昨天你开花园门把哪个人给放进去，他把娘的鞋给拾到外边去了啊。春梅一听这气呀，一口粘痰啐在秋菊的脸上，啊呸，贼见鬼的奴才没事缠起我来了，六娘叫门我能不给他开门吗，我倒成了巴巴的放人进来了，你自己个儿抱着娘子铺开，你不仔细瞧瞧反来跟我面前说嘴，回去走。一面把秋菊押回金莲房中，告诉金莲说没找着鞋。潘金莲这气呀，叫春梅压着秋菊让他在院子里跪着。秋菊那脸哭丧着都能哭下水来，说，娘，等我再奔花园里找一遍，找不着随娘打吧。春梅骂道，娘甭理他，花园的地呀扫得干干净净的，就是个绣花针都能找出来，哪儿找鞋去。秋菊说，等我找不出来再叫娘打就是了，你在旁边出哪门子蛇呀。潘金莲一听也有道理，跟春梅说，也罢，你跟着这奴才再叫他找一找去。春梅这气呀，没辙，又压着秋菊搬到花园山子石底下各处的花池边松墙下又找了一遍，还是没找着。这下秋菊也慌了，春梅一看得了意，照秋菊那脸上啊啪啪俩耳瓜子，准备拉回来去见金莲。秋菊哭道，嗯，姐姐再等一等，还那雪洞子没找呢。春梅骂道，那藏春屋雪洞子是爹的暖房，娘这几天了都没到那儿去，我看你找找不出来我再和你搭话。于是压着秋菊来到藏春屋雪洞子内，那洞里呀、正面是张床，旁边香机上都找到了，嘿，又没找着。这秋菊啊突然发觉这香机上有一个书夹子，就来到书夹子内找。春梅骂道，这书夹子都是爹的信纸，娘的鞋能到这儿吗，你死东西跟这挨溜的拽功夫翻得乱腾腾的，爹看见又骂你，你个死丫头等死了你啊。躲了一会儿突然听见秋菊嚷嚷道，
哎，这不是娘的鞋吗？春梅抬头一看，只见秋菊手里啊有一个大纸包，打开纸包一看，里面有一些香牌草，香牌草下边真有一双大红平底绣鞋。春梅一看也吓了一跳，这是哪儿来的呀？秋菊在旁边就说了，可是有了，刚才你还挑拨娘要打我嘞。春梅听罢，把那大红平底绣鞋拿到手里仔细看了看，说，哎，是娘的，怎么可能来到这书家内呢？这事儿真奇怪。于是两个人走回上房来见金莲，金莲就问，有了我的鞋了？哎，藏在哪儿了？春梅说，鞋不鞋，在藏春屋里爹的暖房书家里头找出来的。这鞋呀和些拜帖子纸、香牌草和安息香包在一块儿，您说这鞋能和这东西放一块儿吗？潘金莲一听也奇怪，说，把鞋拿给我看看。春梅呀就把这鞋递给金莲，金莲把这鞋拿在手里，又取过自己的另外一只，两下这么一比，哎，都是大红四季花缎的白绫平底的绣花鞋，绿提根蓝口筋，但是仔细看不一样，感情这绣花鞋的锁线的颜色有点相差，一只啊是绿纱锁线，一只是翠蓝锁线，不仔细看您还真看不出来。金莲看吧，这心里啊越发奇怪了，就赶紧把那鞋穿在脚上试了试，哎呦，还不一样，感情秋菊找出这只鞋呀比那老鞋稍微紧巴点。仔细想，这鞋是谁的呢？想了想，哎呦，这不是死了的来旺媳妇儿宋惠莲的鞋吗？啥时候给了西门庆啊？不敢拿到正房里，悄悄的放在藏春屋那儿，不想又被这秋菊给翻了出来。金莲这么一想啊，方才对上号了，越想越气，骂道，这鞋不是我的，死奴才，快点给我跪着去。回头吩咐春梅说，拿块石头给他顶着。秋菊一看呢，吓得哭了起来，说，娘，不是您的鞋，是谁的鞋呀？我饶替娘把鞋找出来，您还要打我，我若是再找不出来，还不知道您怎么打我呢。潘金莲骂道，贼奴才，少跟我这说嘴。春梅呀由打外边捡了块大石头，硬把这秋菊拉到外头，把那大石头顶在秋菊的脑瓜顶上，让他跟他跪着，大太阳底一晒，一口水也不给喝。这秋菊跟那是放声大哭啊，潘金莲也不理他，另外又换了一双鞋穿在脚上，嫌屋里又热，吩咐春梅把这梳妆台呀放在二楼上，另外把窗户全打开，潘金莲上去梳头去了，不在话下。那么潘金莲这只鞋到底丢在哪儿了？又被谁拾去了呢？咱们明天再说。